嗰度一间，呢度一间。2010年开始踏足零售业，6年几已经开到仅有一间喺咗紧。林老板呢个 icon 更加无人不晓啊！本身做电子零件，遇上2008年嘅金融海啸，公司被迫转型，一转就已经成为本地零食界嘅龙头。但系查实50有7嘅佢，中过2次风，体能都变差，不过依然未言退啊！做老板系咁嘅，唔会有呢种谂法，几时放假嘅？正常，正常嘅老板都系咁。系啊，点？你自己嘢都唔着紧嘅，点做啊？眨下眼，公司上市10几年啦。每次佢都会亲自写业绩报告。今年对市道都唔敢太乐观，仲特登用到死守呢个字眼。因为死守即系话，我哋真系要用尽方法咁解，不惜一切。因为咁啱执笔之时，就系香港抗日战争75周年，林老板突然有感而发，觉得好似打紧大仗咁，作为守业者要用尽方法搏一铺啊！